朋友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大家来参加救恩浸信教会的福建主日崇拜。真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段时间来做会敬拜主。今仔日会选调经文，诗篇第九篇第一及第二节安尼记载：我要全心感谢耶和华，我要报扬你一切奇妙的所作。我要载着你欢喜快乐，这关爷啊，我要阿乐你的名。咱来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搁一摆，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思阿乐敬拜你。这个福分是属于你的子子，我感谢你，我要将你的名乖乖举起。让世间的人知影，只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的心卖予人沉沦，你慈悲的心要达人来敬拜你。你要救达人脱离罪的捆绑，让达人享受你极大的救恩。感谢阿罗主，管管即阵的敬拜，满足主的心。感恩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耶稣赦免我的罪，我得自由，真欢喜耶稣头版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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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拄着苦难，阮犹原要全心交托，祈祷主怜悯的心。Thank you.
家，阮放心，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阮要安静听候听你的声。Oh,
请听我读今日的经文，记载在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到十五节。愚人要兴旺，亲像祖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碧香树。既然栽在耶和华的厝下，要兴旺，在咱的上帝以内。国雨落的时，犹原结果子，因的汁满满，色清脆。通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伊是我的石磐，伊拢无不义。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语的人。兄弟姊妹平安，请咱大家阿头，等来做一个祈祷。听管的主，管来感谢俄罗斯，苏兴兰，古斯巴乌。安尼看学习你话句的时间，咱愿意会来将这段的时间仰望交托你的手中，也恳求信心，也做咱的老师，亲自来引传带领咱，教导咱，开咱熟灵的耳根，叫阮会来明白上帝的话句，或是会来将上帝话句放伫咱的心内，照主的话句行出来。叫阮会来做一个妥上帝旨意的人，感谢咱的主，听咱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一直咧在这时刻来看诗篇第九十几篇，诗篇九十几篇也是甲咱讲到，无论咱在咱的人生的阶段是伫倒落，咱的年纪是偌大。但是咧，上帝爱咱，常常惦伫伊内面，咱会来成长，咱会发旺，咱会来结出果子来。所以咱爱怎样较会来成长，咱怎样较会来结出果子来咧？咱就爱常常惦伫主诶这个内面，亲像第四篇、九十二篇、第十三节，耶稣在甲咱讲，因在伫耶和华诶殿中。地管的上帝的原来发旺成长，是的，兄弟姊妹，咱也是爱以来为主结出这些的这果子。咱常常在点滴主的内面，咱爱常常以来去甲主保持真正密切的这个关系。等我讲到一道的时阵，就让我来想到主耶稣第一项福音第十五章的这所在。甲咱讲到金葡萄树甲枝桠的一个比喻，主要说第一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安尼款，会甲咱讲：我是葡萄树，恁是枝桠，点伫我内面的，我也点伫伊的内面，伊就结出真多的果子。因为离开了我，恁就无变，会来做啥物？是的，兄弟姊妹，咱看到这枝桠。所需要的一切的物件，拢点伫这个葡萄树的内面。这葡萄树会来供应啊，这个枝桠所需要一切，会来满足这枝桠所需要的一切。那是这枝桠离开了这个葡萄树，这枝桠就真正紧会来高大，然后就死了。所以，但愿的兄弟姊妹，咱家。咱与主的关系也是安尼款，亲像葡萄树甲枝桠安尼款，咱是绝对会来需要常常会来依靠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独独是主耶稣基督支持咱每一日的生活。亲像保罗爱的主耶稣在这所解讲，因为你离开了我，恁就不变会来做什么？是的，兄弟姊妹，上帝为我看到咱。主耶稣就是哈咱天顶的玛纳，主耶稣就是永远的活水，所以因此呢，咱爱常常到主的这身边，咱常常一拜过一拜的来到伊的身边，唔是哈马路一拜来到主教起来，唔是咱单单只常常爱来到主
的一个面前，咱要甲主建立一个真正密切的关系。咱会晓得来敬畏主，咱会晓得来行办主的一个道路的内面。咱爱让主耶稣成做咱的生命的中心，咱就爱来将咱的生命的主权交伫主的一个手中。简单的来讲，主乃是爱咱，真正会来认真来看待伊，看待伊伊伫咱的生命内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咱当然有拜一个这神啦，这神就是灶神，灶神就是在一个灶卡的一个所在。为什么伊是在一个灶卡呢？因为一个古酸的款，会甲人讲，伊阵在天顶的一个所在，一个玉皇大帝，咱当然寡无拜拜的人会来相信，咱当然拜拜的一个人会相信，就是讲这玉皇大帝就看到这个灶神，因怎样呢？伊在天顶的所在，常常爱来看这水的查某，所以为着爱来兴发伊咧，伊就将伊派到这人间，就是爱点滴这灶卡一些所在，因为灶卡是在查某人伊人吃饭的所在，所以伊是特登去会来看这水查某。但是有一个代价，就是因为古代人伊人吃饭是用茶的，唔是用 gas 的，唔是用电的，是用茶的。所以茶的人是烧茶的时阵有一个烟煮出来，对无？有一个烟煮出来，所以因做咧这烟呢，做一个灶神那边做较乌乌安尼款哈。所以因做兄弟姊妹都看到，这灶神这目的呢，这出来的目的就是爱来监察，就是爱来注意。这出来，大家人会行为因，会一习惯啊。然后呢，有一日，伊爱到到天顶的所在，会来甲这玉皇大帝会来报告。所以，一年内面呢，这灶神无人会来去注意。把路地道路呢，都等人等人等人的日子啊，十二月二十四号就是一日日呢，所有一节神就都跟到天顶的这所在甲这个。这玉皇大帝也来报告，所以因做咧一直日咧这灶神也是爱多等，直到这天堂这天顶的这所在，然后咧爱来甲这玉皇大帝也来报告一直日咧伫当然六七十二月二十四号，哇，真侪人就开始也来注意这个灶神因做怎样咧因做系伊食这年糕啦食年糕啦。你啊，肯食酒啦，要吃什么咧？这地瓜就是向你吹，地顶诶，更加地顶诶所在会讲好好诶。或者食泥瓜咧，泥瓜就会吹解砍，解黏做成，伊无变诶来讲话。或者向伊来啉酒，伊来醉醉就未晓讲什么款诶这个话。所以因做咧，咱看了，咱当然拜将就是安尼款，常常咱会来忘记咱的因的这些，因的这神，是无？伊等于有需要的时阵，伊就来到伊的神那边，真无咧，伊就无插伊。兄弟姊妹，上帝卖咱安尼款，会来敬拜伊。上帝卖咱安尼款，会来敬拜伊。上帝爱咱真正认真，会来看待咱的，看待伊。上帝爱咱常常会来纪念咱的主，唔是等咱有需要的面时阵，咱来到主的面前。无需要一边这时阵呢，咱就将咱的主忘记了。无兄弟姊妹，上帝爱来认真，爱咱来认真看待伊。这是圣经内面的一个教导真正简单的一个例子主要说第十诫，上帝第十诫内面，伊来把安尼款简单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呢？真正简单的命令就是叫咱未使伊来信算因耶和华的名。因为先算因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定着无掠罪，依然是无罪的。咱伫起未，叫上帝叫他卖先算因上帝的名，卖先算因上帝的这个名，卖讲是说上帝崇拜靠上帝的名崇拜等等，卖安尼款的来做，这是真正简单的这个命令。咱看到有阵时真正衰一项的物件，但是上帝真正会认真来看出来这款的这个代志。所以兄弟姊妹，咱人常常这主要的问题就是咱无会来认真会来看待上帝咱上帝咱每一摆爱做一款物件时阵咧，咱就无将上帝放伫咱的计划内面，咱常常就扩大的规划。
咱认为咱会来控制啊，咱的人生，咱真正会有把握，有一个啊，对家己有真大的一个信心。但是上帝话骨甲咱讲，是啊，无爱为着马子会来自夸，因为今日爱发生个什么代志，恁拢未会来知影。是的，兄弟姊妹，万一真爱发生什么代志，咱拢唔知影。咱过去这三年的这 COVID， 咱就看哩有偌济人会来离开这世界。有偌济人，吼，从我离开这世界咧，有偌济人会怎样？啊，伊啊，就是第一一日可能就是什么物件拢无变会来做，伊什么计哎拢无变来做，因为一日就是伊萝卜的这个一日。所以兄弟姊妹，你看到，这在根本，卡多蛋是什么呢？卡多蛋，蛋蛋是无限的蛋，咱唔怎样，咱无变会来去怎样？末日是怎样的一日？啊，咱可能有真多的计划，但是咱无变100%会来困点，咱会来做啥，咱会做计划。所以上帝的话句，在箴言内面也甲咱讲，咱的心内有真多的无线，真啊，但是咧，独独要合乎的计划，会来去实现。所以因诸兄弟姊妹，咱看到啊，咱卖爱来挖苦咱家己，咱卖来挖苦人，卖来挖苦任何物件。咱乃是爱独独会来挖苦咱的主耶稣基督，挖苦咱的上帝。以色列人啊，在旷野的所在，上帝所行的有玛纳，一旦大家爱拢啊，大家爱来去挖苦求这玛纳，一旦无变来愧疚哈，一旦来愧较罪咧啊，马只这玛纳就派了。但是兄弟姊妹，你安休这一日子，你安休这前一日啊，恁看了。上帝很易会使来日过一份的一个玛纳，伊袂歹。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安尼款嚟做，安尼款嚟麻烦？上帝使叫要一个一个礼拜的一个玛纳隆重出现，但是上帝无安尼款嚟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爱听之伊啊，关以色列人爱达来到上帝的面前，会来挖苦上帝，叫挖苦上帝的一个供应。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啊，照着这个金葡萄树的这个比如啊，继续会来提起咱，咱常常爱来挖苦上帝，咱常常啊，甲主来到主的面前，甲主建立美好的这个关系，咱达达只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神的这个恩典，咱达达只拢爱有主的同在，因为主甲咱讲，你离开了我，恁就无变，会来做什么？所以因主兄弟姊妹。主要说是葡萄树，但是枝啊，伊就是咱的生命的源头。咱常常爱甲伊点啊，咱常常点伫伊的内面，咱常常就爱甲伊会来保持彼此的关系。像诗篇这所在甲咱讲，因就爱栽伫耶和华的殿中，伫咱的神的关内，伊就会来丰盛，会来去成长。关注继续会来祝福咱。叫阮会来常常踮伫主内面，甲主保持美好的一个关系，一直哩，咱会来成长发旺，结出果子，荣光上帝名，请咱大家阿头祈祷。听阮的主，阮来搁一摆感谢你的话语，求主来帮助咱，将你话语藏放伫咱的心内，叫阮做一个听无断听多的人，也做一个行多的人，叫阮实在甲上帝常常保持美好的一个关系。大家即咱拢会来亲近咱的主，关注来祝福咱每一位听你道理的人平安。啊，咱快来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感谢上帝，是关上帝会来继续祝福咱每一位的这兄弟姊妹平安。就是葡萄树，咱拢是手机，手机连的葡萄树。咱若常常伫主的内面，就会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主，咱就啥物拢袂话，手机袂。做什么？
事事不多久，人拢是手机，日子来结丰盛的果子。事事不多久，人拢是手机，手机连滴不多久。咱若常常伫厝的内面，就会结丰盛的果子。若是离了厝，咱就啥物拢袂话，手机袂话做啥物。事事不多手，咱拢是手机，伫厝内。结丰盛的果子。保罗有劝咱讲，要乎基督的道理，伫各样的智慧充满伫你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福，三加四，三个劝，对恩典伫心内得认识。俄罗上帝，恩典、怜悯、平安，对父上帝，也对父的子耶稣基督，在真理甲听堂，要甲咱同在，阿门。祝你平安，我们后期再聚会。